欢迎各位来到由医务护理暨领导品牌金纺冠名播出的《爸爸去哪儿》第三季芒果 TV 特别节目《听爸爸的话》。介绍一下我们的五位宝贝，第一位就是小天，跟大家问好。第一个就是我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一个的萱萱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然后还有苏一，大家好。还有大俊，大家好。康康，康哥，挥挥手，康哥送给你们挥挥手。好气一包。嘿，我跟镜头说一下。村长还玩手机呢，村长还玩手机呢。啊，不能讲，不能讲了。村长还玩 iPad 呢，村长还玩过 iPad 呢。来，你说。村长还玩 iPad 呢。好了，今天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吧。你们知道什么是结婚吗？很难的一个问题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说。就是哪些个女生要一起。就是哪些女生要在一起？每天都会在一起，每天都会在一起。你要长大了才能去结婚。他太小了，不行是吧？你觉得呢，诺伊？什么是结婚？是爸爸妈妈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。那如果爸爸妈妈和别人在一起的话，那个叫结婚吗？那不叫结婚，那叫好朋友是吧？对。大俊呢？不知道什么叫结婚吗？结婚就是结婚生子吗？结婚生子，结了婚了就得生孩子。结婚就是回回家。那你们的爸爸爱不爱妈妈？爱。怎么爱妈妈的？你们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跟我说说？俺的意思。啊？为什么大姐？俺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没听懂，翻译一下。萱萱的妈妈，她说叫俺的意思。我不是我的妈妈叫安南。哦，那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朋友？朋友就是一起玩。芭比，我可以在你旁边拉着你手吗？可以呀、啊。我找到一个了，就是你一起的玩。对了，家很好。对，对你很好。我就还有给他们礼物啊，玩在一起呀、啊。双天翼的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康康刚才说了你什么话？大俊，替我说。就一起的朋友。就在一起的朋友，对吧？嗯，对他特别好。注意，萱萱，我给你们带好东西来了。哦，你看康康来了，康康好棒哦，耶、yeah, ，可以玩这个。竹子水枪，注意，竹子水枪。哦。哎呦，哎呦，来，这样，然后就拍一下。滚。哎呀，
候，我下我下，你报复是吧？啊！准备开火！喷夏利叔叔，夏利叔叔，喷夏利叔叔！你师傅大火、啊！你师傅大火、啊！准备下火！开火！哎呀！哎呀！大王！喷夏利叔叔！耶！哎呦！开火！哇！哎麦克风，啊！哦，哎，我的空气，人家会以为我尿裤子。有一个，有一个，轩轩。哦，哦，哦，你，又是你呀！拍到我的时候，你就叫诺伊啊！拍到我的时候，看谁，看谁抢到镜头啊！哎，这个诺伊，你呢？就一起的。我对他特别好。你的伙伴就是一堆幼稚的伙伴。火车里，要给他运走，不到这个国家了。好，把他送到马拉加斯加，把他变，并且把他变成一个巴拉巴拉小魔仙，就是一堆幼稚的伙伴。我听到刚刚有人说话，谁在说话？我没听到。你没听到？有没有人说话？有。谁呀？下面。下面的人在说话。你也听到是下面的吗？下面的声音很小，肯定是三楼吧，好像是。好。穿鞋，咱们不用睡了。哎，起来。起来干嘛呀？起来有一有很重要的事情要给你们做。好。好。穿鞋，好，我去集合。好。对他讲十六集的事儿。把他挂到月亮就是一堆幼稚的伙伴。爸爸去哪儿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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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去哪里？爸爸去哪里？备起！哇！滑萝卜好慢啊！这我说花萝卜不是背成是花萝卜蹲，花萝卜蹲，花萝卜蹲完了蓝萝卜蹲，好吧？备开始，花萝卜。花萝卜，又花萝卜。臭萝卜，谁臭萝卜？快点，臭萝卜你呢？快点！想和明星父子互动吗？通过网易邮箱大师给我们写信吧。快萝卜蹲，快萝卜蹲，完了，蓝萝卜蹲，蓝萝卜蹲，然后臭萝卜蹲，臭萝卜蹲，要蹲的，臭萝卜蹲，完了就。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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